创作歌手，后面也是创作歌手，不带来一些我创作的歌，都不好意思接这个 case， 对吧？好，再来第五首歌曲，由张克凡写词，张克凡写曲，厉害哦，词曲都我写的哦，有些创作人词还是别人写的哦，我都不要讲他姓什么了。好，再来这首《两个世界》，小马。认真唱歌之前问歌迷的产品名字，
刚刚我差点唱 Robin Seafood。 OK 了吧、哦、昨天他们有买单吗？你请的吧，是你请的，敢买单你试试看。 Everybody Robin Seafood 掌声鼓励。开玩笑、哦、好，接下来带来也是我创作的歌曲，同样词跟曲都是我，因为我写的曲很少人愿意填词。那这首呢是之前发表的，就是后面有这个邓丽君小姐的原唱，邓丽君小姐在这边跟大家提一下，邓丽君是我的偶像，我当歌手遇到很多我的偶像，好、哦，邓丽君就是其中之一，好、哦，我第一次遇到她5岁，哎，很奇怪吗？以为我要讲什么绯闻吗？没有，我5岁，然后邓丽君姐姐穿一个旗袍，然后我蹲在地上，因为我父亲是飞空军的飞行员，他去绕军，然后就把我们带到那个他表演的地方，我就蹲在地上看，然后再一次看到他，就是在白金录音室，我就很开心这样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这个可不可以跟他握手？结果他已经走了，对。很没有效果的一段话、啊、这也就是我想要跟邓丽君扯上关系。好，那我就很喜欢她那首歌，叫做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因为周志平的歌大家都很唱，所以我就故意陷害大家，结果一起唱的歌还不是我写的，带来这首我写的我只在乎你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等一下出麦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了哈，要造成我写的歌大家都会唱的感觉，好不好？你曾说，一个人能够用心陪我体贴，感动温柔。你
除了你我不能我知道有些话现在只能感动我自己，心甘不情愿，因为伤心出卖了眼睛，眼泪不会说话，全世界我只在乎你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一场都是创作人的演唱会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在这个掌声过后，大家忘记我干过谐星这件事，谁提就翻脸哈，来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要不要就鼓励一点，一起讲好不好？1、2、3，偶像，漂亮！有这歌手不要脸，叫人家叫偶像。好，哎，好，那这既然全是创作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由我介绍下一位歌手。